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堡垒。我相信各位从三月份开始啊，行情天天都很大，而且天天都很刺激。在三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啊，各位看到每一天300多点，现在迈入三月份的第二个礼拜，昨天礼拜一今天礼拜二都呈现200多点，也就是说从三月份第一个礼拜每一天300多点，然后第二个礼拜还有200多点，各位振幅都很大。那最重要是什么？为什么上回测标告诉你，你要懂得要买，还要会卖哦，会买会卖，最重要是选股摆第一啊。我常讲一句话，选股可以战胜一切啊，没有不能做的行情，只有不会做的人。那三月份的必涨股，你要赶快上车哦。好，当然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刺激咯。今天的台北股市一开盘就跌105点。很多人说老师啊，怎么这么惨？昨天的道琼斯是再创历史新高，但是昨天的纳斯达克费半是重挫，所以台北股市反映的是这个哇，纳斯达克费半的重挫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啊，昨天各位去看了费半啊，重挫5%多，然后你一看哇，老师，台积电的 ADR 跌5%多，联电的 ADR 也跌5%多，完蛋了！今天是不是584？三月五号台积电的低点584会不会破？我告诉各位，真的很厉害，它就是没破。今天就来到哪里？今天就来到585，来到585，然后就拉上来了，收在595啊，收在今天最高点。鸿海更厉害啦，鸿海呢收在也是收在今天的最高点115。我说过了，鸿海啊，是指标股里面最强的。台积电有跌破2月1号的低点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台积电2月1号低点587，3月5号有跌破，然后破底翻，然后今天一样哦，力守584哦，低点585。所以说这个盘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明天你就要注意了，台积电只要再往上攻，最重要是鸿海，鸿海的量赶快放大，那这个盘很快又回16000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上回的操作。为什么上回今天告诉你会买会卖，选股摆第一啊？今天大盘高低点207点，但是各位，三月五号我买进了新通，到现在每一天啊，到今天还在持续扩大获利。关键在这句话啊，三月份的必涨股一定要赶快上车。那为什么上回要这样讲？因为上回帮你准备两档三月份的必涨股，你已经错过了新通，一档50出头的。一档100多块的，好不好？就看你的资金。那最重要是为什么讲会买会卖，选股摆第一？这是昨天，对不对？昨天新通一样，大盘跌，它继续涨。昨天高低点258点。好，这是上个礼拜五，上个礼拜五，各位看一下高低点，将近300点，对不对？三月五号，台积电上演破底翻，鸿海带领大盘往上攻，然后呢，只有上回买进新通，马上买，马上公开，而且他当天限标涨停，我直接公开，对不对？我说584破底翻会开始往上走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答案哦，三月五号，然后呢，隔个周休，3月8号，哇，又开高走低，又跌破600块，你很紧张，对不对？今天你更紧张了，哇，来到585，力守又拉上来收595，很漂亮哦，很漂亮哦，各位，台积电的破底翻走法，我看法没有改变哦。再来，鸿海是最强的哦，有没有？它底部越垫越高，底部越垫越高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底部垫到112喽，所以你发觉到每一次它112都力守哦，有没有？昨天开高走低，112还是力守，今天又来了，开低走高，又回到115了，非常的漂亮哦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重点来了，什么叫会买会卖？各位还记得吗？1月14号，文茂飙到459，1月14号，文茂飙到459，我说够了，5天内价差100块达阵了，赶快把钱放口袋。我相信现在科技很进步哦，每一个人啊，你都可以直接上 YouTube 去看元月十四号上回在干嘛。这一天，元月十四号这一天，这一天，文茂冲到459，短短5天飙了110块。我说够了，我只想赚100块，够了，再上去给别人做。结果你看到什么？老师，你卖股票也公开，
结果有创新高啊，你可以卖比我好啊，但是如果你不卖呢？那你看大盘呢，事后是不是还有创新高？所以这个告诉各位什么？除了会买会卖，最重要是选股啊，选股摆第一啊。而且这一段 V 下大家看腻了，我懒得重播了，你自己去看哈。再来，元月22号，嘉登也是一样，上回卖掉，我说100块达阵了，赶快卖。那请问各位，我有没有马上告诉你？很多人说老师，哇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对不对？后悔绝无特效药，你真的早知道吗？我不只是早知道，而且是直接公开。我卖掉的当下，我马上公开，不是等到今天你看到啊，天哪，老师，嘉登已经跌到这样了。各位，我在这天啊，告诉你100块赚到了，赶快跑。你看看，不是等他 M 头做好了崩跌了，今天跌到哪里？跌到299了，才告诉你要卖嘉登呢。而你看到大盘是怎么样？大盘是这样哎，大盘后面又创新高哎，可是嘉登呢，已经从383跌到今天299了。那到底1月22号上回有没有卖掉？马上告诉你呢。来，请看 VCR， 为什么是利用拉回来买，对不对？利用拉回来买，然后呢，隔天你就看到了，隔天就公布答案了，你就看到了。老师还有269可以买哦，对哦，你买270哦，你看看拉回来买，隔天还来一次269，然后呢你会发觉它涨得很慢，对不对？涨得很慢啊，对，涨得很慢，这边还连三黑咧，有没有？还连三黑咧，你只要看节目有付出行动的，你就可以赚到100块啦。你自己看，慢慢涨，整理过后又拉回，有没有？然后又开始涨了。你会发现老师这个齁很难操作呢，尤其你喜欢做当冲的，你根本不会做它。你看它多会洗，有没有？这根大黑 K 最可怕吧，是把你洗光光了。这一根大黑 K 你知道怎么洗的吗？来，各位看一下，这一根大黑 K 就在这里，309.5杀到283，你一定被吓死啊，对不对？纵使你看上回节目买270啦，好不好？你跟我买一样买270啦，如果没有专人清代，你一样被洗掉啊！观众朋友，你一定是被洗掉的。为什么？哦，老师吓死了，这个盘吓死人了，有没有？会不会？一定被洗掉的啦！你当你被洗掉之后开始涨，你看看又开始涨了。元月21号涨停了，你会呕死。来啊，今天呢？注意看哦，今天哦。270到昨天是赚68.5哦。好啊，你看今天9:08:31啊，3680嘉登，请高挂370获利出场。会员对 call 讯哦，如果这通 call 讯有任何一个字篡改，悬赏5000万，并且退出股市。那你看370可不可以卖得到？来，请看涨停板372啊。涨停板372啊，9:08，涨停板10:21，请问卖得掉吗？一定卖得掉啊，而且一定穿价啊。我也知道涨停板是372啊，可是我就是通知370就卖。按你说咧，收盘多少？来看一下。哎呦，老师真的涨停打开、欸。359.5，那你270的到370，100块啊！你不要指望说老师卖372多好，没关系，不差那2块给别人赚，而是确保你把这100块放口袋。投资朋友，当你看完这段 VCR， 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会说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一定听上午的话，我叫你买你就赶快买，叫你卖你就卖啦。留一些给别人赚吧。你刚才看到 VCR 有没有？1月22号冲到372，那个时候是涨停板了。那为什么我设370就把它卖掉？因为我就只想赚100块啊。那你现在看到它剩多少？老师剩299啊，299啊。而重点是我公开卖掉之后的2天后还有创新高让你卖啊。啊，这里也有370让你卖啊，你不要说卖不到啊，
这就是为什么上回说过，你要会买还要会卖，重点在选股啊，选股是摆在第一位啊。你就发觉到，对啊，老师，你卖掉了稳茂也好，你卖掉了嘉登也好，哎，后来大盘哦又创了波段新高，二月份又创了波段新高，结果这些股票都在做头往下杀，是吧？那你必须要懂得把钱放口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当你看完了卖掉的股票啊，买什么？二月一号上回买亚光，我就马上公开，结果让你享受第一段飙42%，然后我告诉你什么？不要追，你要等三月份还有第二波的买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涨太快了，会修正正乖离，然后底出来了，你也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从71.3块开始往上飙，逐出双底了。然后呢，我是不是告诉你不用担心？3月5号涨2块，我说主升段要动了，要动了，要动了。所以你3月8号，也就是昨天啊，3月8号，上回是不是告诉你拉回量缩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拉回量缩？这都是好买点。结果各位，你看今天呢？今天呢？今天你会发觉，老师，哎，今天亚光又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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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涨2.2块啊，量又补出来了，还不够，还会再涨。好，更重要是什么？好，然后呢，老师啊，你三月份必涨股，上回买新通，马上又公开，3月5号上回怎么买的？来，请看一下。好。再来，各位，你看侧标新通，吼，老师，今天大盘早盘在重挫呢，各位，早盘这里在重挫呢，有没有？早盘这里在重挫，重挫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做10点出头，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往下崩？来，你看证据，这就是上回告诉你的，三月份会涨什么股票？一定是涨这种低基期产业大爆发，而且呢，跌无可跌。好看证据哦。来，会员对时对价，10点02分，10点02分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10点02分。很多人说，老师啊，你不怕大盘这样破下去？你昨天来找我的，你叫做新会员，把握市价买进，建立基本多单，10点02分。好，来你看哦，10点02分在哪里？在这里，281。上午不会说哦，买今天最低了，没有啦，我都让你对时对价281，结果你看到这个答案哦，请你看清楚，结果变这样，你看多好买，嘿，老师很好买啊，你看这里都不会动哎，啊，怎么突然就拉涨停了？哎，拉涨停还不稀奇啊，我告诉你，拉涨停再来洗一次盘，看到没？拉涨停，我当时印图的时候是多少？7853张，我就把图印好了，结果呢，涨停再打开。再洗一下筹码，再往上锁，成交量变11262张，好漂亮啊，好漂亮啊！老师，为什么要把这个洗出来？请问各位，今天是礼拜五，它涨停打下来一点点，请问做短线的人，除了今天限股当冲之外，包括你昨天有买新通人，看到今天涨停板打开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一定先跑，因为接下来做休二日啊。你一定会先跑啊，你先跑，筹码又被接走了，再锁回去，你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来，注意看这里，来，各位，他变这样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老师，这个叫底部最大量啊，量是价的先行指标，量已经过这个量，也过这个量，就是要这样洗出来，懂我意思吗？如果只是7000多张的量，还不漂亮。11000张的量，好漂亮！投资朋友，当你看完这段 VC 啊，我相信各位，全市场啊，全中华民国应该也只有上回是这样告诉你：买进我公开，为什么？卖出我也公开。所以你看到什么？不管是文茂啦、嘉登，老师对啊，听你也得对啊。你卖掉公开，我们当时还觉得说，哇，这么强的股票，你为什么要卖？结果当你看到今天嘉登是这样的时候呢？你一定说，老师，哇，你在这里卖就公开了，你都不怕人家卖比你高，我都不怕啊。可是如果你不卖呢？再来，老师啊，你买新通你都公开，上礼拜五买新通你就公开，
你都不怕，周休日你也不怕，美股大跌你也不怕。哎，请问各位，有人敢这样做的吗？买了我也公开啊，卖掉我也给你看啊，买了我也给你看。我请问各位，我买了之后，因为上回选股很用心嘛，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。你看，我还让你对时对价买完之后，有没有281？结果呢，当天收299涨停。我还说涨停打开再锁一次，这是漂亮的洗盘。然后呢，3月8号大盘开高走低，怎么样？继续涨。今天呢又继续涨，已经321了。嚯，老师，这样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哦，20几块买股票已经赚4块呢。各位你自己看，已经赚4块钱了呢，很扎实哎。而且各位，买进的当天我就公开哦。所以很多人说，老师，早知道，上回让你早知道啊，我是买下当下我就告诉你了，我卖出了当下我也告诉你了。可是重点是你有没有付出行动而已啊。上回说过，我不怕你验证啊，我是怕你没赚到啊。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？哇，老师今天的新通持续扩大获利了，你不用追我的股票，你不用帮我抬轿，因为你抬不了轿。上回今天特别啊，挑选这两档股票，我告诉过这两档股票啊，比新通飙更快，比新通飙的更快，新通算飙慢的啦。一档五字头的哈，不是500多哦，是50多的哈，五字头的哦，低基期低本益比法人买，好，一档100多的啊，走主升段，你自己看，低基期低本益比产业大爆发，各位这个正在飙主升段，所以呢会飙很快，会飙很快，会飙很快，所以你赶快来买，你要赶快来买，如果你再不买，它很有可能就像新通，砰涨停，涨不停，然后一直开始往上走，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。我说过了，全市场有谁敢这样做给你看？卖股票给你看，对不对？买股票给你看，实战操作绩效摊在阳光底下，摊在阳光底下给你验证啊！因为上回目的不是要让你验证啊，是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啊，你跟着上回会买会卖，选股摆第一，你不用担心大盘。现在三月份的必涨股，我还特别帮你规划好。如果你的资金不够多，没有关系，我找这一档股票，你买得起，对不对？你说老师啊，我喜欢做高价股，我的资金也很多，那你要做100多块的也有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重点是这些股票，除了低基期还低本益比，还产业大爆发，还法人买啊，我告诉各位，非涨不可啊，一定涨。但是你一定要赚到才有意义啊！所以各位赶快把握188专人清代三月份的必涨黑马股，各位赶快带回家，跟着我们同步赢在起标点就对了。利用中场休息时间把电话拨通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休息片刻，马上回来。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。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，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金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。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。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欢迎再度回到现场，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有目共睹，而且现在啊，科技也很进步了，你也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上回啊卖掉文茂？1月14号，我要跟你公开，我说就赚这一段，因为基期高的股票不要贪心，就赚这一段，把100块放口袋啊，再上去你给别人赚，你看哇，再来1月22号，就赚这一段，100块又赚到手了，再上去给别人赚，
啊，如果你不会卖呢，不好意思。所以为什么上回测标告诉你会买会卖，重点在选股摆第一啊。买什么？二月份我叫你买什么？买亚光，先标42%，我说他会这里整理，整理完后再标。各位，主升段在动喽。好，三月份我告诉你买什么？三月份必涨股，3月5号这一天买完之后不得了了，涨停，涨不停，持续扩大获利。各位，你自己看，哇，天哪，老师，你买进也公开啊，卖出也公开，这就是选股的问题嘛？各位，这就是选股的问题嘛？为什么我卖股票我也给你看啊？它跟大盘无关啊，每一档股票走它自己的路啊。否则你回答我，为什么大盘在创历史新高的时候文茂会这样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嘉登会这样跌？那为什么新通买完之后涨停，然后继续涨继续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不就是选股的问题吗？因为每一档个股基期不一样，每一档个股筹码不一样，发动点不一样，这也是上我一直常讲的一句话，没有不能做的行情，只有不会做的人。你不用担心，股票啊，将近有2000家左右啊，每一档股票筹码安定，整理完了，该涨的就是会涨。可是很多股票该卖的就是要卖啊，你不要因为大盘会涨，而你不会卖股票，结果就让它跌下来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要证明给各位看啊，你要把选股摆在第一位，你不要管大盘，大多头没有改变。为什么大多头没有改变？因为台积电跌够了啊，破底翻，鸿海底部越垫越高，就等量啊。鸿海近期量是不够，等它放量表态，只要一过这个高点，你告诉我大盘会不会再过这个高？当然会啊，早晚的事情啊。可是各位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重要的是你买什么股票，你要买在起涨点，买完之后开始涨停，涨不停，创新高。涨一个波段，各位，我说过涨停板是不稀奇的，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涨停板，你要的是涨不停，涨一个波段，懂我意思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上回告诉各位，我买进了新通，我一样啊，抱牢继续赚。我买进了亚光，出生段42%，我告诉你，短线你可以卖，对不对？啊，等第二次的买点，这一波再上去，这一波再上去就不得了啦。我都不怕，你知道，你也验证到了，但是上回说过了，我已经公开的股票，你不用帮我抬轿，你抬不了轿，我给你最新的，大家一起赢在起标点。所以呢，各位，你错过了新通，你错过了亚光，好，我一样，找一档五字头的股票，打出双底，准备喷哦，啊，低基期、低本益比，法人买。好，来再来，找一档100多块的股票，准备走主升段哦。你再不买就喷哦。而且各位，主升段会飙很快，行情不会等你。一样低基期、低本益比，产业大爆发。什么叫低本益比？哇，老师，啊就是很赚钱啊，本益比比大盘低很多，那股价太委屈啦。什么叫产业大爆发？哇，老师，二月份的工作天数那么少，结果他公布出来营收吓死人了，爆炸性成长。所以各位，三月份必涨，这种股票就一定会涨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行情不会等你啊，上回永远都坦开大门等你，可是行情不会等你。不管你是要买五字头的，还是要买100多块的，赶快把握三月份的必涨黑马股，跟着我们一起赢在起标点啊！透过188专人清代，跟着我们赢在起标点就对了。也祝各位操盘顺利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